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议题，也少不了了运动带动健康。玉镇妇女会在这个月举办了运动舞蹈班之后，吸引了不少民众来学习舞蹈。妇女会理事长表示，只要是玉镇妇女会的会员，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。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议题，也少不了运动带动健康。玉镇妇女会在这个月初开办了运动舞蹈班之后，吸引不少民众来学舞蹈。玉镇妇女会理事长说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妈妈们舞出健康，跳出风采。未来一定会再多加更多场次的课程，给我机会回到义里来服务。那大原则上来讲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是以运动为主，健身为主。那当然，另外啊，因为之前那个副议长就有特地的去培训义里的种子队，那我也觉得说，在这个部分，我不希望能够荒废。那除了运动要带以外，种子队我也会特别照顾。反正我是就像讲的义里的女儿嘛，该付出的应该要特地的推广。这次在机缘下聘请到了曹桂香老师回乡，来给玉里的妇女朋友们，让大家能够借由有氧韵律舞蹈舞出健康，学习更多舞蹈，让生活更丰富。只要具备玉里镇妇女会的会员，都有资格来参加我们这个舞蹈班。理事长也说，只要是玉里镇妇女会的会员，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。如果玉里镇的妇女朋友有兴趣，随时欢迎到真诚社区发展协会来报名加入玉里镇妇女会即可。记者高雄双玉镇采访报道。